不管世界有多大，我只想要在有你的地方。没有你我会生病，这种病就叫做我非常想你。Hello， 你们好，我就少两岁。少两岁，那现在要继续在这里吗？没有，你们可以回来呀，不然这个节目就变我的了。OK， 我都给你，没有关系哟。安娜明星今天来了一个少两岁小孩。两岁的小朋友今天在那个，我们今天直播就会一直有这样的画面，可以吗？少两岁，你说整段画面吗？整段倒是也还好，你如果要这样，我们会切嘛，对不对？哎，对对对，但我们也可以不要切。好，像现在从刚到现在，导播都没有要切的意思，他一直没有要离开这个画面的感觉。好了，我们很开心哎，今天这个安大明星请到了大家很喜欢又很想念的邵雨薇来到我们的现场， yeah， 欢迎你，欢迎你。好久不见，真的耶，真的好久不见。你知道你上一次来什么时候吗？2017年。真的耶，你现在人总是有点良心的，还知道自己多久没有来。而且上次2017也是5月的时候哦，所以真的整整两年。真的啦，就刚好两哎，5月17吗？上次还是5月18，然后这一次我们还520。希望在这个我爱你的这一天，然后让你回来跟我们大家好好的在线上这个互相的相爱一下。好的，好啦，那今天那个雨薇来，然后因为现在很流行，刚刚你就是两岁的状态，对，你自己也玩得很开心吧？刚才有啊，我自己有拍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是童年以后变得很欠揍的小孩。不会，就也还好，就是还蛮可爱的。小欠揍，因为我就觉得看起来好像就是会调皮的去闹大人的那种。我觉得你自己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应该也是这样吧。没有，我小时候超乖啊。真的吗？你小时候多乖，有乖到什么程度？会帮爸爸妈妈按摩啊，然后拔白头发啊什么。拔白头发应该是你如果满足自己想要拔他头发的心情吧。真的。那按摩的部分呢？按摩的部分你自己在那个按摩就是可以赚钱啊。OK， 导播对你好好，就是只要回到童年的状态，他就会配合下雨。因为你的新专辑叫做《微雨》，然后它那个雨也下得刚刚好，不大也不小这样子。没错。然后那个希望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喜欢雨薇的有不同画面可以去截取。我想看这样哥，你过来，快点啦！你不要这样，好雨薇，不要看你了，快点啦！你冷静一点呐、啊。啊，我今天要来访问邵雨薇，邵雨薇。你几岁？你就是班上的班长哎、欸，班长的长相哎、欸。那你是副班长吗？哎，副班长，你聊一下，来看副班长。我是风纪鼓打。我是班长，我是今天要来这个地方访问邵阳顺。邵阳顺，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带你朋友来？我不讲野功课。可是我今天老师叫我一定要检查你的功课哎、欸，你们今天功课有带吗？而且有100多个同学想要检查你的功课。我不要写功课，我不想写功课，我就不要写功课。那你可以唱歌吗？你不要写功课，你可以唱歌吗？唱歌应该会让你比较开心一点，会不会？我刚刚已经唱过了，你刚刚都没有在听吗？刚刚安大明星你都没有在看吗？你不准时看，你没礼貌。那你们要准时看吗？你们要礼貌，你们要从头到尾要去看啊，好不好？我们今天先来听那个少雨，哎，两岁，少两岁，你要先听哪一首歌？你们今天要放我的 MV 吗？你讲太多了，不是你的，是邵雨薇的。你是邵两岁，那你要放他的 MV 吗？要，我要放他的 MV， 你自己帮他介绍好了。真的？那不然，因为最近我们在打第、最近那个邵雨薇在打第二个主打。那你有喜欢他吗？你先说你有没有喜欢他？我最喜欢他了，我觉得他真的超漂亮的。那你觉得你到20岁的时候会跟她一样漂亮吗？我可能15岁就可以了。15岁？你真的15岁这么有信心，你就会跟她变成她一样的漂亮吗？不是，我现在就比她漂亮的。真的？那你觉得她的歌好听吗？超好听。那你想要先放哪个 MV？ 我先放《装睡的人》好了。你是装睡的人，那我们要装睡吗？是第二波主打、哦。第二波主打就是有一个姓吴的人跟她一起拍的那个吗？对呀、啊。那他变2岁，你有看过吗？没有看过。那不然等一下，你叫他变3岁。你说我叫他吗？对啊。你说打电话给他？不是，不用你赖他就好了。就说你可以变3岁吗？对，然后叫他传一张照片给邵雨薇。我太难了，这个任务太难达成了。真的吗？嗯。那不然我们等一下想一些人，然后让他们变3岁或5岁。我有看到小热的。哦，真的？那他有可爱吗？
欠咒，跟我一样欠咒。哦，好哦好，那你介绍一下那个邵雨薇的专税的人，拜托。嗯，我们从头到尾就要这样讲话吗？好的呀、不用，我们没有看完这个 MV， 我们不能回到那个真实的世界。好哦，就是像就是那个装睡者呢、啊，就是中午的时候不想要睡午觉，然后就要骗过老师，然后就趴在桌子上。还有趴桌子上了吗？有，然后假装一直流口水，就装睡了。装睡了。对，然后等老师经过的时候，然后再起来，然后就哈哈哈哈。OK 哦，我是装睡的。装睡的人，我们来听邵雨薇的新歌。装睡的人，现在呢要帮邵两岁打广告。邵两岁他在6月8号下午2点半有赞声演唱会。对，我本人是邵雨薇，因为他是我的超级大粉丝，我也必须要帮他宣传一下他的赞声演唱会。哎、真的人很好、欸，赞声演唱会。对。6月8号，6月8号在下午2点半。邵两岁那年纪小小就开演唱会、欸，对呀、啊，你说他有多强？而且两岁开在2点半，感觉这时间去了蛮好。对，因为太晚他就想睡了。我想应该是都不用装睡，直接睡。对啊、哦，真的。然后6月8号、欸，哎，欢迎大家去找邵两岁听他唱歌。对耶、yeah